当麦克风精彩冲显坤。刘少奇老师的歌是我最一开始听客家歌开始。客家语言真的是一个很适合唱歌，音调很美的语言。许书豪长得帅，高，字超级丑，非常像那个粉红的内心的，希望大家都可以被更多人听到。上麦克喊那道精彩的画面，唱正式苏坤台上麦克风。